货的话，直接去楼，直接去秒就行了。啊，懂货的话，直接去楼，直接去秒就行了。不想说太多，秒这个价格没必要说啥。要是秒这个价格，再给你们介绍半天，我真的是受着。下单记得备注你们的身高和你们的体重啊，记得备注你们要的圈扣，这是和田玉的。猫屎，这是做手镯，这是做完手镯，这不是这个料子啊，这是我爸买的料子，然后做手镯的时候剩下的，哇塞，正好做的这个大小的手镯，做个手镯，然后这是剩下的边角料，这是边角料，然后可以做小佛呀，然后可以做戒面呀，这是料子，原石，原矿原石，就这样。然后我爸看料子总是在上面，呸，吐口吐沫，然后一抹。我爸看料子就这样，来，猫屎水草的，好不好看？好不好看？原石都给你整上了，这可以出两只手镯吧，哥哥，老王，出一只吧，应该能出一只，应该能出一只手镯，拿来，镯子心儿，镯子心，这是刚买的，还有啥？这都是纯原石，然后做成了。哇塞，这一块，看到没？这是画，这是画的镯子，准备从这里做镯子的。这画了一颗镯子，这是我爸今天刚画的，估计刚研究出来的。一般情况下，看到料子，人家都知道就能做手镯，做手镯。手镯是卖家卖的最贵的，然后能卖上价。然后手镯做完之后，剩下的边角料子，然后避开有裂纹的地方，看到没有？这是有裂纹，避开有裂纹的地方，可以给你们做个戒面呀，做个吊坠呀，或者做个啥啊？这是上面有，哇塞，这个料子细。这个料子细，很细吧？这个料子和田玉的，来拿走吧，沉死我了。这个正好就是做手镯的时候，正好在这个地方打一颗手镯圈，看到没？正好六一的手镯，这个还有啥？沉死了。好了，就这个手镯去楼去秒去下单嘛，然后把我那等来给这个装起来，然后这手镯过了，这给我塞的手镯今天就秒了一款吧，这个装的没袋子，这搞混明天谁发的小镯哈。然后就是给他去了啊，就往里头放出来给他去了。是 A 货吗？只有翡翠分 A 货 B 货，别的东西不分 A B 货啊。和田玉这份真假？还有啥东西没？我一度怀疑自己卡了，怎么销量这么慢呢？蹭蹭蹭的。这个叫木乃伊套盒，你一个月用一次哦，你用太多太浪费了。因为它一次就是可以让皮肤特别好的，知道吧？别太浪费了。这小黄雀一号宝贝儿，啊，二号宝贝儿，小黄雀二号宝贝儿，对，不就好便宜了，好便宜了，便宜打个便宜，169宝贝儿，169。哎呀，我感觉我已经卖不动这个。你们都吃出经验来了，这是。那，啊？挂，不中不挂。我就老挂，老乡，你家卖的火锅比别人家卖的火锅还便宜，是不是，哥哥？是不是，大哥？